看，主界面右下角这只绿色的恐龙，它有着黑色尖锐的爪子，和游戏中的弥斯拉爪子完全一致。但是它的眼睛和游戏中的弥斯拉眼睛不一样，弥斯拉的眼睛有三种颜色，而它的眼睛颜色只有两种颜色，是蓝白。很显然，它不是弥斯拉。那么它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这张主界面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弥斯拉它是非常厉害的，并且它入场的时候会大吼大叫。官方大大说，在原始世界要小心弥斯拉。我和学姐来到了原始世界，我们发现了弥斯拉。很显然，它是一只进化完全的恐龙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弥斯拉的心情。小伙伴们，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在弥斯拉转身以后，我们发现原始世界的弥斯拉眼睛依旧是三种颜色，蓝白灰。很显然，这是完全进化以后的弥斯拉，所以原始世界的动物都害怕它。而主界面中的这只弥斯拉，很显然它并没有完全进化，它的眼睛只有蓝白，缺少一种颜色。虽然说它的爪子和游戏中的弥斯拉爪子完全一致，但是它的年龄肯定要比完全进化以后的弥斯拉年龄小，所以说它是弥斯拉的弟弟。你们知道了吗？